的那个放在那个后望镜上的照相机都被弄坏了。第二个买了以后就不能用了，能放到我们外面，大概是运输的过程中就被人换掉，换成一个坏的或者破坏掉的。第一个用了一段时间，一个月以后就不能用了，后来又用了一小阵子，后来就不能用了。照我眼睛一样，所以这个时候很就是掐准的时间这么进行骚扰不干扰。第二杯第三杯这个 lemon beverage 不是 lemon beverage mango beverage 就有问题，跟第一杯不一样。第一杯是正常的，没有加药了，第二杯三杯都加了药了。2019年3月20号晚上8点，开红绿灯的在那个 Underwood Avenue 和 Ninth Avenue 故意亮红灯来阻挡我回家了。